周子瑜从韩国回到台湾来度假了，好多的粉丝特地跑到了他家在台南开的咖啡厅来等待，还真的巧遇了野生的周子瑜。而周子瑜也很亲民的抱着爱犬，答应和粉丝们合照又签名。马上连线给记者张嘉轩，带您去看。嘉轩。南韩人气女团 TWICE 成员周子瑜8号上午从韩国搭机回来台湾了，晚间还跟母亲到自家开设的咖啡厅用餐。直到周子瑜返台，很多粉丝是纷纷赶到咖啡厅守候，终于如愿等到女神。画面中可以看到周子瑜抱着他的爱犬，大方跟粉丝合影，对粉丝要签名也是来者不拒，态度亲切，让粉丝都觉得好开心。而周子瑜的美貌屡获国际肯定，最近还夺下美国电影网站全球最美脸孔的第二名，是亚洲最美女艺人。据了解，子瑜这次是回台南家里休假几天，算是提前回家跟父母家人聚聚，过个小年假，过几天呢就会回韩国工作。